嘉义区议会主办的科德文化节，日前在东靖戏剧场举行。除了第十届泡蚵仔比赛是受到大家欢迎之外，现场免费鱼产品更加是人气红不让，有超级蚵仔煎、三合鱼饭汤，面上是白鸭乐乐等。那像比如咱蚵仔煎是鲜熟、现破啊、现做，所以讲迄个鲜新鲜度最好。再来第二，食者气氛，你会感觉讲，今仔日咱食到这蚵仔煎是酸臭破给咱食呢。所以完不一样，这特最大特色是讲哦，他吃到的蚵全部都是当天鲜熟剥出来给我们吃的。咱今年哦，它蚵仔你无风台嘛，所以收成还不错。啊，所以蚵仔吼，只是说有时候有当个天气变坏，有当个散去。但这站哦，因为气候较好，所以吼，这站的蚵仔你看啊，也都袂歹，真正赞。甘糖煮，营养够。推广部主任讲，当前蚵是真出名。蚵仔品质清个肥，特当清明了到中秋之间是上适合食蚵仔季节。为着要推广当食蚵仔，所以来举办这个比赛。即马食蚵仔当着时，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